俩看着好像不是一对儿的，这俩，这俩画片有点不太一样，看着。嗯，没要。当时分家的时候分岔子了吧？不一样，这个大屏差高度差不多大。这不，这个是，麻姑献寿的题材，这个是，这不是一个鹿？你那个题材哪有鹿啊？这个是画的是琴棋书画的题材，应该是。不是一对儿。不是一对儿，两个单只，两个题材不太一样。我拿过来看一眼哈，我看看有毛病吗？当时应该是分家，你一个我一个，怎么分开的？你看这个有鹿，哪个没有鹿？嗯，哎，没有磕碰哈，有磕碰吗？有磕碰吗？磕了碰了？没有，没有是吧？不好看了，打屏我从这边来看，这东西不好看。哎呀，主要是这价格要的也贵呀，2.2万。没有冲线哈？没有。没有哈。最少多少钱嘞？最少。这两个要是一对就好了，它不是一对。不是一对。这个桌子稳哈。嗯。我这个桌子稳是吧？稳。啊稳，我放到这了哈。我把那个拿过来看一眼哈。不是一对。这两个都卖哈，都卖。哎呦，要是一对儿就好了，个头一样大，但两个不是一对儿。哎呦，哎。这是60公分，这是300大件了。行，看着倒是没啥毛病。这两个它要是一对的话，就两个画片一样的话，您要20000块钱我就给了。它是两个单个，可能分家的时候不是一盒。哎，对对，不是一盒，不是一个。哎，不对，不是一盒，两个不是，哎，不是一对，两个单只，所以说10000块钱一个就有点高了。18000，18000，9000块钱也有点高。嗯。但是家里，你这个东西是当时跟谁分家的？就是说他手里还有没有两个？要有的话，把那两个买来，这就能凑两对儿了。对，那是对吧？嗯，这两个这是怎么来的？嗯，怎么来的？老人的，你跟谁分家了？那两个还能找着吧？不好找了是吧？不好找。能留下来也挺难得的，两个，300大件，这是300大件，个头大一点，给他多少大点？他俩一样大，差不多。哦，这差不多大，差不多大。这花有品种，这啥也不一样。可能有点有个0.05的这个公分的误差。这个高点，哎，这个你这桌子平高一点，这个一样行啊，一个新桌，对吧？这个高一点点，这个高一点，有点0.05分的差，但是两个画片不一样。这个是画人，你看这个是画琴棋书画，这个是画这个麻姑献寿。一个超级，嗯，超级的比例是吧？嗯，最少多少？再少点，对吧？再少点吧。啊。几只鼠？16000，多少？16000，吉利数这是吧？16000哈。嗯。听您这说话的，您看您这妈的以前也应该也，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干电工。干电工，在这个。县城干电工。哦，在县城里干电工。对对对。退休了。嗯。退休金有5000块钱吧？没有。有多少钱退休金？3000。3000多退休金，嗯，那也行，一年30000多块钱。哦，这，哦，那以前家里早，那个，哦，就是说退休退的早，退的早，家里以后，要退晚了嘛，按时退休可嘛，
就六千多，一个六千多的，嗯，就退了，早退了，早退了也早享福嘛，嗯，也行，早退了。那您这一年也，你三千多一年不也三万多吗？三万多，便宜点，给你买了，给你收了，便宜点，一年三万多退休金也不少了。行，这个底还是稍微有点晃的，看，哎，是吧？你倒不平啊，你转的肯定是平的，不平啊。这个底有点不平，它手工拉坯不平，很正常也。照样是吧？稍微有点晃，你桌子是平的，你看这个就不晃嘛。我就得下来的，这边属于行。哎，一万六高点，一万六合八千多块钱一个，它两个单个。老八一六吧。13000，哎，13000，14000。14000也稍微高点，今年，行情不太好，没毛病啊。全品的话我要啊，要是有冲线我就不要。没毛病看。是吧？要有毛病的话我可不要哈。就是说全没品的话我要，就全品没有毛病我要。这样，大爷，13800，你发我也发，啊，13800，行吗？啊，这样子就是说，这个没少给吧？其实是。这两件呢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收获啊，其实很难得，为嘛嘞？虽然说两个画片不一样，但是难得的能凑一对儿。这是60公分左右哈，300大件的大赏器陈列器哈，赏瓶哈，这个太大个了，像这种东西平头老百姓家里根本就没有，最起码也是地主大地主那种，对吧？有钱人家，有头有脸的人家，因为清晚民国那个时期咱说实话多穷啊，像这种细瓷细胎的，对吧？现在一个村里不一定能找出一件来，所以说从一个户里能一下子掏出，虽然说两个画片不太一样，但是呢能凑一对太难得了。其实这种东西我都不想讲了，为什么嘞？老皮科老包浆老传世，傻开门一眼老，毫无争议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出于这个职业给大家还是简单的分享一下哈。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哈，这两件都是看了吗？溜肩狮耳双环哈，事事如意之意，然后环呢，双环呢代表的是圆满，成功也是指的是成功人士哈。然后先看一下这个吧，这个我不用多讲也能看出来，这个画片画的，你看人物开脸啊，还有这个鹿的这个神态啊，还有这个彩头啊，这个多漂亮啊，极美品啊，真的太美了，看了吗？并且是这个题材也好哈，麻姑献寿哈，鹿鹿亨通，财运亨通，然后呢画的还有桃花美人哈，就是说寓意啊，彩头啊，画工啊，釉水啊，顶级一流。其实这个不用多讲，这个大家也能看得出来，对吧？全美品，完完整整。再就是这个画片太难得了啊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对吧？这个题材画片真的很难见到，并且画的是六美人啊，六美人英戏图啊，这边还画了一个孩童嘛。然后呢英戏图啊三娘教子啊，对吧？这样美好的一个寓意哈。看一下人物的开脸哈，非常的形象生动哈，并且彩头釉水顶级一流。器身带一点窑里带的这种小黑点，这是缩釉哈，全美品完完整整哈。题材确实难得，300大件，对吧？好嘞朋友们，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哈，请为阿斌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哈。好嘞，感谢感谢，好，谢谢。